您好，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台中雾峰变电所的备勤宿舍在甲寅里被编设为第24邻，邻长就由变电所的领班林瑞前来担任，而且一当就是九连任的杰出邻长。因为待人和气，做事勤快，还被形容像是有求必应的土地公。他敦亲睦邻的热心，连80岁的李长伯都称赞不已，成为变电所在地沟通的良好桥梁。过你的微波电话，改起过来啊！你讲一下。喂，雾峰 PS 中库站哦。我等下水果马上过处理。大哥，这里雾峰 PS 十五号撞故障，好了，这个重大处理掉。你调到中心吼，我雾峰林瑞前吼，是，我即摆已经来到迄个雾峰 PS 控制室了吼，即摆遮有一个撞故障了吼，迄直流电源盘遐，我即摆看是二号充电机故障了，低压故障，我即摆吼先把迄个警报吼先甲 reset 了吼，再来查迄个充电器看是问题，好。哦，别，好 ，OK。刚好我们那个921地震以后，我们这个变电所的宿舍重新再盖好了。盖好了以后就开始接受申请了，讲啊，新迁工啊，你要住宿舍的话，像我们现场的都是第一优先的。啊，我们那个副处长说啊，阿肯这个板定你要照顾变电所，就一楼就最近，变电所老代志，你就是第一顺位。哎呀，我就住进来了，哎呀，住进来已经住了十几年了啦，哎呀，我像我儿子是国小毕业进来，我经过了国中。高中还有大学，现在已经念硕士班了，现在已经好处是很多了，因为上班就是很近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就不用一分钟嘛。坏处就是讲啊，说坏处就是讲公司有代志就催你啦，你要照顾变电所就一楼就最近，你就是第一顺位，下班就是手机待命了。打电话说，哎，板顶爱到什么问题啊？看我半暝嘛就起来，我不要去调电的嘛就起来。我你会，我感觉心理上会有点压力的。只要下班时间公司来的电话，都是机器在找你麻烦的。嘿，那暗时啊吼，暗时啊那迄个微波电话你响的时阵吼，我就会甲讲，这一通电话是你的，赶快起来。好起来啊！你也赶快来啊！啊，出门啊！尤其是风台落雨的时阵，哦，一当以工作为重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哎，电话一来就出去了，那风就大，头就大啊！咱家己一样，你处理安尼，也不能埋怨什么啊！你工作为重吧，还是工作为重啊？哎呀，虽然是就有满身的牢骚，也不能讲啊。也不能说啊，要趁现在。那我们，譬如说我们这宿舍区的同仁，大概下午4-5点之后哈，宿舍区的同仁就会跑到这边的这一个空间呐，后面那个空间哈，来找我们这边的同仁聊天。山东英雄，山东英雄，这里搬六人要放假，上面搬。夜就跟那个扁达搬就起。那在深夜的时候，你变电所如果发生问题啊。并不一定是所里面的人一定要出来，宿舍区的同仁随时就可以出来帮忙。那我们林长啊，就林瑞前阿肯年领班，他当然是住在宿舍区了。啊，他出来的帮忙，我的感觉是全家出动。人外口会讲，变电所边啊，刚好。哦，我不是出流啊，不是爬山，像我出去爬山，人也问啊，你住在哪？
我到底是变成做内底啊，边啊尔。哎呀，咁会大哩？吼、哦，啊，我就讲了，我讲，啊，那袂大哩。啊，我囡仔遐大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哩，读到硕士，有一个出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问下，咁袂大哩？校正过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电力，台电中文研究所校正的哦，是哦，测测161kV， 这段是69kV， 中间这个东西叫做变压器哦，我这边宿舍哈、哦、跟变压器大概你看，顶多40米，40米，啊，所以今麦是1.6，现在是1.6，嗯，你总讲电风一届偌济？电风差不多有100毫高斯的，毫高斯哈。电有电扇嘛哈，还有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嗯，可能微波炉跟电磁炉最高会超过1000。我有量测过，那个电磁波真的比电磁炉啦、吹风机啦那些电器用品都还来得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觉得没有影响，反而在这边心情会很快乐。心情每天都有，每天就是有好朋友啊，就是宿舍，我们宿舍区有好几个太太啊，对啊，我们都称为贵妇团啊，跪在地上擦地板的贵妇啊。本单位哦，叫我们的，其实其他单位都有，大概都有数十个父子党啊，夫妻党，还有夫妻媳妇儿子党。所以我们一家两口哈不算多了，四口三口的比比皆是，还蛮符合我的个性的啦，可以在现场避当避灾啊，然后做一些机械上的点检啊，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想往那个工业设计去跑啊，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有点接近。那时候我是给他说，3年的时间给你考，他3年考不中就自己到外面去找工作，啊，3年。你都不用工作，你就直接准备考试就好啊。结果他第一年就考上了，所以就家里都很高兴的。最主要是从小嘛，我就一度出事的人，他还没有一岁，我就考进电力公司嘛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看到老爸都拢不适应的电力公司。我们当父母的哦，就是安怎，小孩子不要学坏，啊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。没有，因为从小就待宿舍，然后。是就是之前也是曾经住过雾峰变电所的那边啊，然后就是表哥叫我试看看，就是考考看这样子。对啊，本来以为是都收男生啊，他叫我那边试试看，结果还蛮幸运的就有考进来这样子。李正伟啊，慢点，你又想跳过来雾峰啊？变说啊，我做领队，你做领队啊？哎呀。啊！以前都，因老爸老母教阮做拢大好比例嘛。啊！伊个人就听话，伊个考嘛知啊。我也是，哎呀。伊哦，班长吼，中秋节吼，嘛这边节日吼，拢会庆典，吼，办来聚餐，吼，啊来，大家考来，看要斟两杯啊，吼，人民看，服务。吼、哦，足热真诶啦，即人好嘛，你敢无看出哩？你看看伊诶面吼，有够阮即有啊，面都有共款无？伊反正吼，他就是一个不好意思说不的人啦。嘿啊，啥物拢好，嘿啊，头壳剁互你嘛，嘛好，嘿啊，伊着朋友上。上重要啊，嘿啊！啊，不管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事哈，只要他帮得上忙的，他几乎都会那个了。啊，这没有勇敢的说不啊，所以你若甲我讲，你若拜托师，我就拢去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做电的，做从事电子方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啊，这个小事情哦，就。请你就先有时候先修理一下，有时候像一些什么路灯啊、设定啊，你就还是开关跳掉，你就去把它看一下，就很快的，就把它处理了。其实爸爸就是
上班就是当领班嘛，我好像就是也是就知道爸爸是当领班，那就是晚上下班又要去当领长，就是爸爸这个他很热心啊，很热心助人，对，然后就是在于每个人啊，就是把自己不好的留给自己，把好的都给别人，这样就是以这种，对啊，以一个这样的心态，别人家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对，自己都随便这样，都自己随便这样。啊，有没有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会选他当领长？就是他在公司就是非常的公司哈、哦，就是烂好烂好好人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，就是也是有求必应的。人啊，叫他创啥，你都从不推辞，反正什么人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不推辞、啊、就是我们这次特地下来，哦、是吗？啊、我吓一跳，我说我啊，他真的要来拍哦。我会紧张哎，对啊，没有勇敢的说不了，勇敢勇敢的说不啊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